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勤车哔哩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大大水炮砰砰砰！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个子小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
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科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燃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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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森林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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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救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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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第五，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浓烟，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，迷路，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，大树，大树。救援救援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，开启雷达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，抬起水泡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。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。
的，对不起。看来我们需要帮忙。呼叫指挥中心。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变呀变呀变呀变，哦变出来。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！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，嘿嘿嘿，刚好是使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
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嗯，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，轰隆隆，追呀追呀，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他才怕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他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，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乐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，我要帮帮他。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
六手段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刷子刷子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，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，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，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，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，把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
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吴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极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。小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转转转转呀，左边右边表演，一转车轮，麻烦解决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。我是最快的旋风，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啊，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，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嗯，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。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。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。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。一二三，上后拉，哎呦逃跑啦！水泥别别别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速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快掘起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呀搬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珍贵的友谊。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！妮娜看起来好凶哦，好可怕！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！哈哈哈哈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超级去破坏他们的友情！友情都是你的错。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揍扁。哼，看我的。啊，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我宣布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，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哦？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朋友，朋友，我的朋友，让我来帮助你。
持冷静，不要随便生气。别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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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的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寻找大怪兽。你呢？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？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。哦，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块半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。发现大脑袋，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的事。大脚印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。朱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，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惊险飞行，哟吼！开心虎、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，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，
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斑斑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哥哥，快想想办法！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。出动！嗡嗡嗡嗡嗡嗡，摇摇晃晃飞呀飞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向上飞呀飞。好恐怖！轰隆隆，轰隆隆，人人都冲弹呀弹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轻轻弹呀弹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
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？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！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去吧！哦，谢谢你，雷克警长。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，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再叫上酷宝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机器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滴滴嘟，滴滴嘟，汽车来吧，滴滴嘟。我被拦住，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去清，路障路障全清理。雷达雷达，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雷达雷达开启，嘟嘟嘟找到你。铲子回来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会停。一定要抓住他！超级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。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。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。追呀追追呀追推。推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嘿，哦，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嗯，这样做才对嘛。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！
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！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让出去。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